们俩在节目上解开身世之谜。请掌声。汤圆，汤圆。你刚刚转身以后有考虑要想这个事情吗？有。请掌声。吗？毛豆包。哇，毛有毛吗？毛豆啊。他怎么说里面有毛？为什么我们一直玩，我们一直没有分他们一直玩？我本来以为你们是异父异母，结果看了你今天的表情，觉得都是疯子。